and away the saddest love of them all. Thank you.
子民的信德，求你广一施恩宠，使我们深切领悟如何经历圣洗而得到洁净，并由圣神而重生，又靠基督的血而获得救赎。因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陪同你用圣神，是唯一的天主，永生永王。请各位坐下，今日的读经是《礼言书》第五页、第六页。恭读圣保禄，恭读中途大事录。众信徒都是一心一意，凡各人所有的，没有人说是自己的，都归共用。中途们以大德能作证主耶稣的复活，在众人前大受爱戴。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贫乏的人，因为凡有田地和房屋的，卖了以后把卖得的价钱带来放在中途门跟前，照每人所需要的分配。上主的话。答唱永答句，请你们赞颂上主，因为他是美善宽仁，他的仁慈永远常存。请你们赞颂上主，因为他是美善宽仁，他的仁慈永远常存。愿以色列家赞美说，上主的仁慈永远常存。愿那王家族赞美说，上主的仁慈永远常存。愿敬畏上主的人赞美说，上主的仁慈永远常存。请你们赞颂上主，因为他是美善宽仁，他的仁慈永远常存。上主的右手将我高举，我不至于死，必要生存，并要宣扬上主的功程。上主惩罚我，虽非常严厉，但却没有把我交于死亡。请你们赞颂上主，因为他是美善宽仁，他的仁慈永远常存。像人弃而不用的废石，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，这是上主的所作所为，在我们眼中甚要莫测。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，我们应该为此鼓舞喜欢。请你们赞颂上主，因为他是美善宽仁，他的仁慈永远常存。恭读圣约翰一书。亲爱的诸位，凡信耶稣为弥赛亚的，是由天主所生的。凡爱生他之父的，也必爱那由他所生的。几时我们爱天主，又遵行他的诫命，那就知道我们也爱天主的子女。原来爱天主就是遵行他的诫命，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，因为凡由天主所生的，必得胜世界。得胜世界的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德。谁得胜世界呢？不是那信耶稣为天主子的人吗？这位就是经过水及血而来的耶稣基督。他不但以水，而且也是以水及血而来的，并且有圣神作证，因为圣神是真理。上主的话。福音前夫妇也一同起立。阿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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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见而相信的，才是有福的。一周的第一天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为怕犹太人，门户都关着。耶稣来了，站在中间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见了主，便喜欢起来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就如父派遣了我，我也同样派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嘘了一口气，说：你们领受圣神吧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得赦免；你们保留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被保留。十二人中的一个号称狄狄摩的多问，当耶稣来时，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。其他门徒向他说：我们看见了主。但多默对他们说：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孔，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，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绝不信。白天以后，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。门户关着，耶稣来了，站在中间说：愿你们平安。然后对多默说：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，看看我的手吧，并伸过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旁。不要做无信德的人，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。多默回答说：我主，我天主。耶稣对多默说：因为你看见了我，才相信吗？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，才是有福的。耶稣在门徒前运行了许多其他神迹，会有记载这部书上。这些所记录的，是为叫你们信耶稣是弥赛亚，天主子，并使你们信的人赖他的名获得生命。上主的名。在这里，在我面前有一幅救主慈悲的画，我亦都没有讲过，今天就用这幅画像带出救主慈悲。今天在这个主日讲这幅画就是最恰当的时候。在1931年，耶稣显现给波罗的一个僧侣胡天南，今天已经是圣女了，教宗若圣若望保禄二世封圣呢个修女，今日成为圣女。耶稣对呢个修女话：你按你睇到乜嘢嘢，你就画佢出嚟，为我画一幅像。然后呢个像底下咧，系写住耶稣，我信赖你。当然啦，我谂耶稣系同佢讲波兰文啊，虽然原来嗰张系用波兰文写嘅，我哋用波兰。看到個古像嘅真跡咧，寫住用波蘭寫，咁而家各地都用
用自己的語言寫了，所以香港也是用中文也是用英文，你會看到這條的寫詞， Jesus I trust in you。 其他的就是很多時候我們用中文都有寫著耶穌我信賴你。那這個本來已經過了相當多時間了，已經過了差不多90年了，1931年到現在。想帶出一個乜嘢嘅意思呢？想帶出救主嘅慈悲。當然呢啲唔係新嘅啟示，喺我哋嘅聖經裏面，救主慈悲有關救主慈悲嘅啟示多不行啊，一啲都唔缺少嘅。比方整個苦難都係講救主慈悲啦。路加福音特別標榜救主慈悲啦，寬赦罪人啦。啊，聖保祿呢個本來迫害教會嘅人，佢歸依之後，真係親身感受到天主點樣慈悲對佢。所以佢喺書信裏邊就講：我哋要明白基督嘅愛係幾咁長、幾咁寬、幾咁高、幾咁深，係遠超過人所能夠想像。這個是他的經驗，憑自己的經驗去講，感受到救主的慈悲，是慈悲一種愛的表示，堅定地去愛慈悲。所以這個本來是耶穌對這個修女的，我們稱為私下的啟示 private revelation。 但是教宗約翰保祿二世就肯定了這個啟示是真的，將它宣明文，這是我們教會的訓導，今天教會願意人多些去感受，多些去宣揚救主的慈悲，重新肯定一件事，我們的得救是要信任耶穌基督，因為它是慈悲的。那富修女呢，就按照耶穌的意思就畫了這幅畫。這幅畫就很出名的了，今天很多地方都會見到，很多聖堂都擺在這裡。帶大家看一看些小東西，當你看這幅畫的時候，大家都應該注意到耶穌發現，如果你注視他的時候，你會發現耶穌好像是對著你，哪一個走近佢近佢嘅時候咧，耶穌就注視住你。有冇注意佢手上同呢幅畫咧？係好明顯畫曬佢嘅傷痕，手上、腳上嘅傷痕睇到曬，手上。所以耶穌嘅五傷四邊你見得到㗎嚇。表示出基督是以他的苦難表示對人的慈悲，去完成他的使命。苦難是他慈悲的高峰。這幅畫裡面耶穌舉起他的右手，又舉起手就祝福的意思，慈悲的主祝福那些走近他的人，然後隻左手指著，大家應該猜到他指著什麼的，指著自己的肋頭，亦都可以係人嘅心臟所在嚇。由嗰度咧散發出紅色同白色嘅光，表示咩啊？係應驗住聖經約翰福音所講嘅嚇，話有一個兵用槍刺透佢嘅肋旁，立刻流出血同水。呢個聖經記載嘅嚇。點解個兵刺透佢嘅肋旁啊？咁大概是這些是職業的刽子手，他要肯定這個犯人是死了。他來到那兩個強盜，耶穌旁邊的兩個強盜呢，見到他們未死呢，就打斷他們的腳，打斷他們的腳，使到他們兩個呢就可以用腳撐起自己來透氣。其實釘十字架釘你手腳不死得，可以在十字架上用很久，但是他們不想在即係安息日之前將個屍體拎走，所以想佢快啲死，打斷佢只腳咧，等佢撐唔起自己窒息死。所
所以其實是仁慈的做法，打斷他的腳。但是來到耶穌那裡見到他已經死，但是要肯定他不是炸死的，他用槍刺透他的肋骨，就是肯定他不是炸死的，所以流出血水，即是說證實的的確死了。不過聖經記載流出血和水呢，我們的教父就看出很多意思在這裡。血就是指血的犧牲，教父認為這是聖體聖事愛的表現。水就是水的潔淨，我們所以是指聖體聖事，所以紅光白光其實都是想指出聖體聖事和聖洗聖事這兩件聖事，從耶穌基督的肋旁流出這兩件聖事。這個就是這幅畫本身其實用五傷去帶出主怎樣慈悲地對待所有的人，相信他的慈悲的力量。耶穌都要求這個修女呢，你畫完這個你要自己行動上用慈悲去代言，即是要求人慈悲去對待我們身邊的人，認識慈悲的奧秘，推廣這個慈悲的敬禮，去宣廣，要求他們這樣做。這個敬禮已經幾十年了，我想很多兄弟姊妹都知道下這個敬禮是什麼東西。這個慈悲耶穌叫我們念慈悲寸經，我想你們個個都會見過這些這樣的單張，不過排曬入腦了，你可以上網的，上網可以看到的，裡面教你怎樣用經文去做念，圍繞著耶穌基督的慈悲，這個叫慈悲寸經，你可以用你的玫瑰珠來念，玫瑰經的延長，這個短一點的，你可以很短可以念曬，但亦都是對耶穌基督慈悲的救主的一種敬禮。咁念的時候最好在慈悲時辰念，慈悲時辰就是指下午三點鐘，因為耶穌三點鐘死，所以這個我們稱為慈悲的時辰。耶穌死慈悲地對待所有的人，他的死拯救所有人，這個是這個敬禮的意思。耶穌也對修女說，用這個寸經向我求的時候，我會撫慰他們的請求。這個也不是一些很新全新的東西，聖經上都很多次說出你要求你會得到。馬太福音山中聖訓耶穌說這些，耶穌也都說過，你用我的名向天父求，天父會賞賜給你等等。這些只是再一次強調我們懇切求慈悲救主的時候，我們會得到我們的請求，特別是為人的得救祈禱，這個是為人的歸依祈禱最有效的一種方法。可能我們聽完有關慈悲救主慈悲的事，看看今天的幾篇讀經呢，其實都可以配合的。今天第一篇讀經來自中途大事錄，講早期教會的信徒怎樣生活，感受到來自耶穌基督的喜訊，這份救贖，整個人整個生活改變了，過一些我們記載在聖經的所謂團體的共產生活，願意和分享自己所有，使到他們團體裏面沒有一個貧乏的人，因為能夠彼此分享所有。這個早期教會的確是這樣做，因為感受到這種愛的力量改變自己的生活。今天可以用其他方式，這種方式仍然保存在一些修會團體裏面，但是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表達怎樣和別人分享所有，感受到主的愛的時候。第二篇讀經《約望一書》強調信賴耶穌的重要，要得勝世界是靠什麼？靠信德。
你信赖耶稣基督，你可以得胜世界的，亦都可以话战胜罪恶嘅意思。我哋时都被罪恶支配住，有时好难啊，发现好难去抗拒。咁呢度教你，你信赖耶稣基督啦，佢俾力量你，你会得胜世界。第三篇嚟自《约望福音》，今日嘅记载本来可以讲好多其他嘅信息啊。今日我哋围绕住慈悲救主慈悲呢个主题啊，呢度讲耶稣显现咗两次，嗱不妨注意佢从慈悲嘅角度嚟睇啊。耶稣显现俾门徒，啲门徒系好惊，因为害怕犹太人杀晒人啊，关闭住自己唔敢出去。但耶穌闖入佢決定嘅中間，第一句係講咩啊？祝你哋平安。呢啲門徒係曾經寫嚟過耶穌基督，奉約基督可以譴責嘅。點解你哋寫嚟？特別可以稱百多羅連難添啊！你個成日誇口嘅人啊，三次唔承認我，但耶穌一句都冇。第一句就係願你哋平安。復活的基督，我教你們，我多次提這一點，復活的基督是不鬧人的，復活的基督只為人遞安慰、遞平安、遞喜樂。所以這班門徒很開心，因為見到復活的主，也都不怪責他們，不單止是這樣，將手和肋旁給他們看，顯示出什麼，這個是傷痕，傷痕是愛的傷痕，提醒他們基督為愛而死，基督是不會已經勝利了，愛得到勝利，所以他不再譴責，讓門徒感受到這一份愛，然後虛一口氣賜給他們聖神，然後教他們要寬恕，你們赦免誰的罪，誰的罪得到赦免，教人家要寬恕別人，這個是第一個顯現，讓你感受到愛，感受到慈悲的力量。當然啦，我們聽到多默當日不在意，當他回來的時候，其他十個宗徒告訴他，我們看見了主，他不相信，表示什麼呢？表示他不信耶穌復活，他不信教會團體的見證，亦都不信教會領導人的說話，不信。他是很多人的一個模樣在這裡，就是很多人是不信，不信基督復活，不信教會，或者說曾經信過的人是因為教會的一些惡行，亦都不信教會，不信教會的領導人，我們多得很這些人，但是面對著一個這樣的人物，耶穌第二次顯現的時候同樣沒有譴責，仍然是第一句人，願你們平安，然後叫多默過來，按照他所開出的條件，你看看我，你摸下我，沒有一句譴責的話，只是說要做一個有信德的人，要求他做一個有信德的人。多默有些話呢，就耶穌捉住多默的手去摸，我想很重要的，是不是？我想多默已經全程投入，他是一個是比較上封閉的人，但是當他真的感受到耶穌基督對他那份寬恕和愛的時候，他完全熱情奔放，代表著我們整個教會講了一句唯有聖經裡面唯一一句的說話，就是對耶穌說我主我天主，聖經裡面唯有這一句對著耶穌說你是天主的，是多默的，這個是恩寵底下才能夠講出這個信仰的宣言，代表著我們整個教會對宣言對耶穌基督的信仰。所以約望結論最後就是說，我寫了這麼多東西都是希望你能夠信耶穌是麥西亞，即是信耶穌是救主是天主，並且使信的人
賴佢嘅名獲得生命，信賴耶穌可以獲得生命。所以我哋今日就主慈悲呢個信息，可以用三篇讀經去再一次肯定呢個咁樣嘅啟示嚇，讓我哋都記得喺呢個救主慈悲主恩，提醒自己慈悲嘅力量，特別係為人分支祈禱嘅罪過。所以如果我哋身邊有一啲離開咗教會嘅親友啊，好少去聖堂嘅親友唔使驚，我哋成日時時都會講呢句話，時時都應該留住希望。救主是慈悲的，救主不捨棄，救主不怪責，因為他已經贏了，只不過要這些人呢能夠醒起救主的愛，救主的慈悲，耶穌我信賴你。所以讓我們今天記得這句這樣的話，如果自己是一個信德不是很足夠的人，如果自己對教會的團體不是很信任，特別或者對教會的領導人不信任的時候，都希望慈悲的救主能夠幫到你，治療你無信。所以我們大家今天同樣記得耶穌對我們的要求，耶穌我信任你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。